来看看高燕人与仇人的离谱操作，越往后越离谱。先来看看这个小熊，此时他落后第一名已经一大截，正好他捡到了一个钩爪，他能实现反超吗？好家伙，这一钩爪飞得那么远啊，太离谱了！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再来看看这个小蓝蛋被滚球砸肿，接着又被冰封，眼看就要被淘汰，还好捡了一条命，但还没完，他又被困住了，还被一个弹板给弹飞，他还能回来吗？如果说前面的钢一爱人有运气成分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小粉蛋简直运气爆棚，消防战宝，好家伙，不仅自己扑回来了，还顺便骗走了两个，这就是钢一爱人啊，玩的。假如给你10万块，让你跟第一个表情包在一起一年，你愿意吗？反正我是不愿意，不信你们看啊，我丢这都不愿意啊，不行我也来看一下我的啊，我也不愿意。这捕梦软软表示，那我这算钢一爱人吗？我的星星，算算，这肯定算。作为钢一仇人的我看的都羡慕不已。不过要说起钢一仇人，这个小熊表示，你们有我倒霉吗？这个传送球炸得很远，对吧？但你们接着看，有我的。潇洒哥，路呢？还说自己是先知呢，是个骗子吧？还有，这个小黑蛋也很倒霉。是春天的气息。接着这一位蛋仔表示，我才是真正的钢一仇人。好家伙，刚开始我以为是钢一爱人呢，都已经快飞到终点了，钢一才发现爱错人了，又被弹回来了。